下是943972六個字的。哇，六個字啊 ！K 係啦，你記唔記得以前咧？你六個字你電話你有冇印象啊？我細個嗰時已經七個字。七個字。後尾你細個嗰時佢嘅電話咧，嗱，如果嗱喺你細個時候，佢個電話應該係咪幾多號啊？你要點打？943972咯。唔係六個字啫嘛。係啊。你話你細個七個字啊嘛，咁佢電話係幾多啊？佢嘅電話應該係39439723972。三啊？點解咧？嗱，因為點解咧？嗰陣時以前香港島嗰啲電話咧，就打五字先嘅。係。如果我哋喺九龍打過去，如果喺新界打過香港，亦都打五字先嘅。嗯。喺香港打過香港咧，香港島啊，就咁打六個字。嗯。喺九龍打過九龍咧，就咁打六個字。係。香港打過九龍咧，就打個三字啦。哦。就係39439723972。喺新界打過九龍咧，又打個三字，同一時間。在新界打個新界打六個字，九龍打個新界咧就打個一二，最初是一二，唔係零添，係一二。在香港打去新界亦都加個一二，就變咗八個字。後來咧，喂唔諗掂，屌你老母，喂我哋要變成七個字，咁於是乎九龍嘅電話就直情齊頭啦，就變成39439723972。後來變成八個字，再加個二就239439723972啦。識嗰時就後屘就加到二，就統一加二字啊嘛。嚇，喂以前啊。咁撚樣嘅。